这个诸位要知道，他要断了，那他就是圣人了，他不是凡夫了。啊，他不起作用，他不起作用的原因呢，是定功。啊，以定功啊，把这些烦恼习气扶住了。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呢，叫扶断。啊，不是真正的灭断。要是灭断了的，那他就是圣人了。啊，那就是小乘的时候，大概就是初果、二果、啊、三果。啊，大概初果是欲界，啊，断了。啊，这个第二果呢，这是色界。第三果呢是无色界，啊，第四果就是阿罗汉的时候，他就超越六道了，六道就没有了，他们是灭断，啊，那是真功夫。这个四禅八定啊是伏断，啊，定功伏住了，那个定有时间性的，时间到了之后，他定失掉了。从定中醒过来了，那毛病习气又生了，啊，这个对于，财色名食睡的念头又起来了，啊，他立起来的时候，他就往下堕落，啊，所以这个道理，慢慢，我们都能够把它，体会到，啊。都能够了解到了，色界住地惑了。他虽然没有五欲六尘这个念头，啊，刚才讲了，他定功佛住，啊，他不起作用，但是他有对色的这个爱，他还是有贪心。我见，我慢，啊，这个我爱，我嗔，这被缚住了，啊，我吃还是有，啊，色界天、无色界天，嗔恚被禅定，可以说完全缚住，啊，不起作用。成慧的相很猛烈耶，啊，定功能够扶住他，啊，他能够步步上升啊。但是对于色界呢，他欢喜，啊，他有痴，他有爱，啊，所以啊。他住在这个色界，他没有办法离开。道理在此地啊，啊，他不了解色是幻色，不是真的。啊，人心里面没有五欲六尘，没有贪嗔痴慢，啊，没有自私自利，这个心多清净。这个心确确实实我们世间人所向往的，他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了，啊，身心都没有丝毫压力，啊，这是他们所得的路。
如果把这种乐看作是真的啊，真实的享受，他就不愿意离开了。住住世界了啊，这一住不是短时间啊，世界天的寿命在我们反复看来，那个寿命是天文数字，太长了。啊，佛在经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啊，我记不得了。啊，但是诸位如果要算的话的时候，你慢慢去算。啊，这个寿命呢，就是他的定功，辈辈相承。啊，你比如说，从我们这个人间，这个寿命，啊，算从人间这个年月算起，啊，现在讲时差嘛。这个三界时差很大啊，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年啊，四王天的一昼夜了，人间50年呐啊，寿命啊500岁，我们这个人间呢100岁的人不多啊。如果生四王天的话，啊，是四王天上的500岁，啊，也是这个一年365天，啊，但是它一天呢是我们人间50年，你们去算一算，四王天的寿命，忉利天呢那加一倍。啊，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寿命是1000岁。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出现在我们世间的时候，啊，讲经说法49年，啊，80岁呀，圆寂的。我们中国人记载的时候，中国史书里面记载3030几年，那要是从忉利天算的时候才1个月啊。释迦牟尼佛降生到离开的时候，在忉利天是1个月，在我们人间3000年啊，那30天，1000年是一天吗？再往上去，夜摩天呢，那又加一倍。夜摩天一天是我们人间200年，啊，寿命是2000岁。那我们知道，弥勒菩萨住在斗率天，啊，再上一层，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我们人间100岁吧，在斗率天是6个小时，斗率天6个小时，我们人间100年啊，斗率天人呢是他们那个地方的这个时间是吧，4000岁啊，弥勒菩萨现在在斗率天，等到他老人家寿命终了的时候，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他的4000年啊，我们这里算算，好像下生经里面有讲到56亿几千万年
啊，我们这算艺术算的了。啊，那个再往上去，辈辈相承，所以到色界天的时候，不能用这个年来算的，它是用界来算的。啊，结束了。因此，世尊劝导我们，不能发心升天。为什么？像色界天还好，还有佛菩萨到那边去讲经说法，有示现的。要升到无色界天去的话，佛菩萨不到那里去啊，因为那个地方人单住啊，这个禅定之路啊，不接受任何人去讲经说法，他不听的，他排斥啊。色界天不排斥，无色界天排斥啊，那个地方没有佛法啊。在佛经里面讲八难之一啊，这八种严重障碍佛法的修学，无色界天是其中之一啊，所以这些状况我们要知道啊。那么第四讲，有爱住地火啊，前面是色爱住地火，这是有爱住地火，它有爱，它不是没有爱。啊，这有爱是指什么呢？指无色界的四火。啊，为诸众生不了此火，住于禅定不能出离，故名有爱住的火。啊，这对无色界体，你看有色，它有身体，有宫殿。由他生活物质环境啊，他没有财色名食睡这些念头，他没有这个东西，清净无为啊。我们一般讲啊，神仙生活啊，而且在这个境界里面啊，连在这个色界天往上去，报得五通，这是五种神通啊，升到天上就有啊，它是报得，不需要修的。越往上面去能力越大啊，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啊，神足是变化自在啊。啊，只是没有漏尽，漏尽什么呢？无始无明烦恼他没断啊，如果得漏尽通呢，那他就出离六道了啊，就根本无明啊，他断掉了啊。这个根本无明是说三界之内的啊，就是十二因缘里面所讲的无明，无明缘行，行缘识啊，是讲的这个无明啊。在大乘教里面呢，这算是知末无明啊，不是根本啊。
所以他离不开无色界天。啊，这一关呢太不容易了。啊，他能不能出离呢？他不能。啊，为什么不能？没有人点破他。佛菩萨虽然是很慈悲，啊，真的是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无色界天人说跟佛没有缘，他不接受，他不相信，他认为自己在那个境界就是各个宗教里面讲的大般涅槃的境界，啊，这是他误会了。把那个境界当作大般涅槃，啊，非想非非想非非想处天人，这是无色界最高的，啊，最高的一层，啊，寿命是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很难想象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一个大劫是尘住坏空啊，重新组合尘住坏空啊，叫一个大劫啊，一个大劫四个中劫就是尘劫、住劫、坏劫、空劫啊，我们现在是住劫。那么八万大劫就是尘住坏空八万次，啊，那我们这个地球坏了，啊，坏了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住在地面上，它住在空中，啊，所以这种天叫空居天，它不是地居天。啊，这个地球怎么样灾难的时候怎么变化与它不相干，啊，它离开地面了。啊，欲界天从第三层天，就是夜魔天，就离开地面了，忉利天没离开。啊，忉利天、四王天都是属于地居天。那我们知道，凡是地居天，它一定是依靠一个星球。啊，他住在空居天就不是的了。啊，那这我们只能像科学家所讲的，它是不同维次的空间。啊，他决定了没有像这个星球的依靠，他不是住在星球上。嗯，他住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没法子知道，只有突破空间。啊，突破空间维次，你才能够与他们往来，与他们沟通。啊，所以这个时间长啊，啊，佛很慈悲呀，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啊，警惕我们，啊，众生。最幸运的啊，不是这个天界到哪个层次，不是最幸运的是遇到佛法。所以说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了，道理在此地啊。啊，为什么闻佛法就有在这一生成就的机缘啊，那我们同学们过去生中有没有遇到过呢？肯定遇到过。遇到过你为什么没有成就呢？为什么没有离开到极乐世界去呢？大意了啊，疏忽了啊，临终的时候对这个世界还有贪念，还有爱欲啊，有这个东西就又下来了
啊，就没去得成了，很想去没去得成。大概我们经历了很多次了，不止一次啊。啊，这一次啊，这个缘很好，又碰到了。啊，这一次碰到的缘是特别殊胜的地方呢，是我们遇到乱世。啊，乱世什么？对于这个世间呢，那个贪念的心啊，薄弱了，不想在这世间住了。啊，这个好机会呀、啊。啊，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大的兴趣的时候，那你到极乐世界的成分就多了。啊，所以比较容易舍。你看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啊，没有一样不好。真不容易舍弃啊。啊，我们遇到大乱之事啊，这觉得人活在世间太苦了。没有意思啊，应该要放下，所以这是无比殊胜的一个机缘，我们遇到了啊，希望这一次成功啊，这是无比殊胜的一个缘分啊，让我们真的想放下啊，真的肯放下啊，不再干傻事了啊。所以有很多同学问我，我们这些出家人到底是以求往生最重要呢，还是弘法利生最重要啊？我告诉他，求往生摆在第一，弘法利生摆在第二。啊，这个不可以错认的。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决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往生，真正放下。啊，弘法利生随缘。啊，有机会我们要做。啊，要护持正法。没有机会不要勉强啊，勉强就错了，勉强就是攀缘，我们随缘不攀缘啊，这样就好啊。弘法利生不妨碍我们念佛往生啊，念佛往生我们也可以帮助弘法利生啊，这样就好。再看最后一条啊，就是长者所引的根本无明住地烦恼，或就是烦恼无明住地惑啊，无明者即根本无明惑也。这个根本无明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学习华严里面也说的很多了，起心动念，那叫根本无明。啊，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呢？佛非常高明，把这个根本无明前面加了两个字，叫无实。啊，无实根本无明。实是什么？开始。没有开始。啊，如果有开始，那就有终了。就有始有终，有始有终，那就真有这回事情啊！啊，那无始，无是假的，不是真的。
我们对于这个要细心去体会，这个才叫真的是根本的根本。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没有理由。什么时候开始的？没有开始。我们不要去追究它几时开始的，什么原因有的。你一追究，你就落到第二个层次了，分别执着。从无明生起分别，从分别起执着。有无明，我们在这个经教上我们学的很多啊。有无明就现十报庄严土。那有分别呢？有分别就现四圣法界。有执着呢，就现六道轮回。十法界是这么来的。如果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不但六道十法界没有了，连一真法界也没有了。剩下来的那才叫真的啊，真正的一真法界叫常寂光土啊。那是真的。常寂光是佛在经上形容叫大光明藏。你看它不是无明，它是明。这一动啊，明就失掉了，失掉它就现象了，就是还原观里面讲的起而用，起心动念就动了，极其微细，我们无法体会呀。不但我们无法体会，你看看，声闻缘觉。未了此祸声闻是阿罗汉，缘觉是辟支佛他们对这个起心动念呢都没有感觉到，没觉察到，他们证得的境界是方便土他六道没有了六道是由执着才有六道这个欲爱是严重的执着这个严重的执着现什么呢？现三土。地狱恶鬼出生再加上人道那么算天，天是欲界天欲界天特别是下面两层就是四王天跟忉利天，往上去它就淡薄了，它要不淡薄就提升不上去所以不可以不淡薄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看淡一点呢？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以为是真的把这个当真，把佛在经上讲的就没有在意了。佛讲的跟也不敢反对，佛说的嘛，总不能说佛说错了。但是不能一教奉行，不能真信你说他不信吧，他也相信；你说他相信吧，他做不到
他就停留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啊，随着太微细了啊，这一动啊，啊，起心动念，就像水一样，它起了波浪。波浪虽然很小，但它照射掉了，啊，明就变成无明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现在有这个光明，光明是得自什么？太阳，啊，月亮、星星、灯火，这个东西去掉之后，你看一片漆黑，这叫什么？这叫无明。啊，这叫根本无明。啊，无明如果破掉之后呢？啊，不需要这些，这些日月星辰都不要，天空是光明的。那我们从这一点去想，有人，真有人，啊，破了无明。啊，但是他时间很短暂，啊，在一点心地清净，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的时候，这个境界出现。偶然出现的，他不是真的放下了，他是什么呢？他一时啊，把他忘掉了。古人这个例子很多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在虚云老和尚年谱看到一段老和尚的经历，啊，记载这么一段事情。有一年过年的时候，老和尚住茅棚，茅棚都是依靠寺院，在寺院之外一个小清净地方搭个茅棚自己进修啊，过年到常住就到寺庙里面去啊，取一点呢吃的东西啊，带一点米菜啊，油盐一类的，带里去拿一点东西，拿了之后就回到茅棚啊，大概从庙里面到茅棚啊，走路也得要走上个半个小时吧，啊，也可能稍微长一点啊。那么他离开寺院，带着东西回茅棚去，黄昏的时候啊，太阳已经下山，黄昏了啊，我们相信老和尚年岁也大了，走路一定是慢慢走啊，也不着急啊，大概走到一半多了，他看到两个道友啊，也都住在这个庙里面，两个人迎面而来，两个人手上拿着灯笼，这两个人遇到虚老和尚，就问他：“哎，天这么黑了，你怎么连个灯都没有啊？”老和尚听到这一句话之后啊，这个天突然黑了。没有听到这个话之后，
老和尚就黄昏离开，永远在黄昏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到天黑了啊，所以他看到两个人寝室，他怎么老灯笼，感觉到好奇怪啊，天这么亮你怎么就点灯笼啊，等到他一问的时候啊，他的分别执着就现前了，现前之后天就真的就黑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明大光明藏是真的，真有啊，那怎么会把它变黑了呢？啊，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变黑了。我们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就看到一片光明啊，那是自信啊，本来如此啊。啊，所以十报庄严土在这个常寂光净土在哪里，就在现前啊，佛所讲的寂光土、十报土啊，凡圣同居土就是十法界，是一不是二啊。给你讲四土啊，四土是一土啊，一即是四，四即是一啊，是没有办法分的。你的境界不一样，它现的相不一样啊，这个现象的问题是自信说法而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很难得贤首过思告诉我们啊，自信有三种周边啊，第一个是普周法界，四土都普周法界啊，畜生无尽，含容空有啊，所以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我们自己在哪一个境界里头，它就现哪个土啊，真像这个科学家现在所讲的不同维次空间那么不同维次空间应该就是佛法讲的十法界啊，十法界不能说是十个，十是数字啊，你讲十个是讲不通的，佛是代表无量，十代表无量无边无数啊，这样才能讲得通啊，它是个圆满的数字，从一到十是圆满的啊，表法的意思啊。那么佛给我们介绍无量无边的法界了，都不好讲，太多了，归纳为十大类啊。那这个我们看看这个人道跟天道就晓得啊，这时候比较近一点呢，我们容易理解啊。天虽然讲的是28层啊，实际上不止啊，每一层里面都有很多层，这个才是真正的现象啊！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没有进入这个境界，不知道啊！啊，声闻缘觉没有进入这个境界，他们。三大种三大类的烦恼
他只断了一个，啊，就他不执着了，他还有分别，还有妄想，啊，所以对于无实根本无明，他不了解，啊，他自己证的这个境界呢，以为是真的，诚智真空啊！也以为自己证得般涅槃了啊，即住方便土啊，所以四圣法界是方便土，不是真的。啊，四圣法界里面，有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帮助他们提升了，啊，这个我们在前面都说的很多，啊，阿罗汉，我们四圣法界讲第一层阿罗汉，阿罗汉的执着没有了，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啊，知道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执着了。但是执着的习气没断，啊，那么他在这个层次上用功啊，就是要断习气。习气真的断掉了，他就提升了。他提升到圆觉了，啊，就深一层了。圆觉是连执着的习气都没有了，但是他有分别。所以在圆觉这个层次上啊，那是要把分别放下，啊，分别放下，他就是菩萨了，啊，这个四圣法界，他提升到第三层，他是菩萨了，啊，菩萨没有分别，但是有习气，有分别的习气，啊。分别习气放下了，他再升一个层次，就是佛，十法界里面的佛，最高的层次了，就是分别执着的习气都没有了。啊，那么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就是根本无明惑存在了。啊，这个东西有，啊，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就是起心动念，啊，《华严经》里面说为妄想，啊，注意，佛在想上面加了个妄字，这个字的用意就是告诉我们，你听了之后就不要再去想。你去想就错了，因为它是妄想。啊，妄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要认为真的，哦，还有个根本无明在，那个麻烦就大了。那你往下坠落，不是往上提升了。啊，所以这些言语文字，每一个字用意都很深。
啊，你听了，不理会他就没事。啊，根本不放在心上，你就超越了。那个一点呢，你就豁然大悟。啊，如果你要是听了之后想，无明，为什么会有无明？那完了，你就不能开悟了。不但不能开悟啊，越迷越深。这是紧要关头啊！啊，大概在这个层次里面的佛啊，就是这个设法界里面的佛啊，他们的智慧也定功，达到一定的程度了啊。将物为物的边缘，啊，佛菩萨示现，给他一点，他就破了。起心动念放下了，起心动念一放下的时候，四圣法界没有了，啊，设法界没有了，啊，设法界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真法界，啊，诸佛如来的报土，啊，佛法名称里面叫做十宝庄严土。他到这里来了，啊，十宝庄严图，现在我们真的把它搞清楚了，啊，他是习气没断呐，啊，无始无明的习，无始无明断了，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但是这个习气妨碍不大了。你只要不去执着它，根本不要去理它，没事。我们看底下这文，大乘菩萨了，方能初断。由余惑未尽，诸十宝土。余惑就是习气。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有尽，住十宝庄严土，故名无明住地火啊！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啊，啊，假如这个无始无明的习气全都没有了。十宝土也就没有了，啊，长吉光完全现前了，啊，那才达到究竟圆满。那么这个地方对于后面这个两土有个简单的介绍，啊，什么叫方便土呢？为修方便道，断见思惑，即声闻缘觉所居之土。啊，十宝土者，为实感宝土，为菩萨断惑相有未尽者居此土。啊，菩萨，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这就住十宝土。在华严经初住以上住十宝土了。啊，那么十宝土里面菩萨的等级有41个阶级。
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有41个阶级。这41个阶级，我们必须要知道，不能说它真有，也不能说它没有。啊，如果你要说它真有，人家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啊，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什么等级啊？如果还有等级，等级是从分别执着里面生的，哪有这个道理呢？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是方便说。啊，我们要晓得，那就是无始无明习气有厚薄不一样。啊，刚刚放下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的习气很浓。啊，那很久之前就把这个习气放下，就把这个起心动念放下了，那他起心动念的习气就淡薄。从这个地方说，41个阶级。啊，所以这41个位次，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苏超里面讲得很明白。为什么佛要这样说呢？啊，修行的次第一定要说出来。啊，慢慢往上提升啊。啊，你就不能不说，这叫行部，啊，从次第上应当要说明。但是你要晓得，行部跟圆融是一，不是二。圆融里面呢，没有阶级，啊，没有阶级是真的。说阶级是方便说。啊，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啊，所以真正明白之后了，那你就晓得。啊，根本无明住地烦恼，变为一切诸佛不同之。烦恼是什么呢？迷的时候变相了啊，变的什么呢？变的是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本来没有啊，啊，根本无明住地烦恼变现来的。他的体就是一切诸佛不同之。啊，为什么呢？这41位法身大士啊，金刚经上讲的诸佛，姜维农居士在讲义里面就说，金刚经讲的诸佛就是指这个41位法身大士。啊，天台大师讲他们是分证即佛，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他是真佛，不是假佛。啊，所以此地讲的一切诸佛，也就是说的这个不动智啊。啊，悟时候的本相，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啊，这一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自信啊，自信还原观上讲的是自信清净圆明体啊，圆是圆满，德行圆满，相好圆满，明是智慧，智慧也圆满。这从明字上来讲呢，就是不懂智啊。啊，一切众生皆自有智，没有哪个多一点，没有哪个少一点，也绝对不是说哦，这个化身菩萨他们才有，啊，一切诸佛才有，我们凡夫就没有了，没错了，我们有，人人都有，连蚊虫蚂蚁也有，连恶鬼出生，这个地狱也有。啊，不但这有情众生有，再给诸位说，无情众生也有，树木花草也有，山河大地也有，所有一切自然现象通通都有。这是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啊。啊，那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这下面讲了，智慧智体无性无依，不能自了。啊，这个自性的离体。啊，它无性，性我们讲性质，它也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我们六根缘不到，叫无性无依啊，不能自了啊！啊，但是会缘，那就能了了。这个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到此地啊，明天我们继续再学习啊。